原唱都没想到自己的歌竟对小学生的杀伤力这么大。第一首《少年中国》说，当好朋友痛哭流涕，一旁的男同学就放弃人工 BGM， 开口的那一刻，感觉我人都麻了。少年自由小时光，身披山河几点，敢将日月再丈量。他过几天他来跟你玩，他跟你玩比较苦。而视频的爆火，就连原唱张杰都现身玩梗，网友讲话了，快告诉胡夏，这个梗可以玩。第二首《最炫民族风》，谁能想到除了广场，当这首歌在班级响起，小男孩不仅表情和动作都死死拿捏，网友还调侃唱出了一种包工头拿到工程款的感觉。第三首《达拉崩吧》，歌曲吸引力有多大，一位广东男孩就因为找不到银色衣服的周深而爆哭。小孩哥，你看是不是这首？第四首《孤勇者》近200亿的话题播放，堪称近几年当之无愧的儿歌。那最后再来感受一下歌曲的威力吧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比赛输了怎么办？一首歌哄好全班。好点了没有？唱完歌以后好点没有？